4.6公尺高的 Q 版太空兔，搭配声光效果360度的旋转。2023年竹北市灯会正式登场，竹北市公所也特别规划兔年情境式主题灯区。四大特色灯区包含与竹北城市意象相符的科技灯区，可以体验玉兔家族和超大月亮等互动式灯座。元宵的晚会有四大的灯区，四大的主题的活动。四大灯区呢，有昆虫，深受小朋友喜欢的，还有科技的互动，以及高山，还有我们的水月。在我们的四大派对里面呢，老中青幼我们都要好好的来照顾一下。月亮发光秋千、跷跷板、荧光踏板等互动式灯区深受民众喜爱，让灯会变得更好玩。大片星夜萤火虫及蝴蝶翩翩飞舞的昆虫灯区，及结合竹北乌鱼、水月等地景特色的山月灯区及水月灯区。从今天开始到2月12号，每天都有不同的这个活动，非常可爱的这个三种不同款式的今年的这个灯型的造型哦。那在定点定时啊，这几天都有发放，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啊能够来这个索取。除了赏灯，灯会期间都有不同演唱会、创意市集、胖卡餐车等。今年竹北灯会也特别准备三种不同造型的小提灯发放，让民众有吃有玩，还有的逛。新唐亚太电视林秋霞、张年杰，台湾新竹采访报道。